你现在这一身衣服是过节的时候穿吗？还是什么时候穿？过节的时候穿。一年穿几次啊？两次。哦，只有两次是吧？嗯，这身衣服是谁传给你的？我的妈妈的妈妈妈妈。大爷，我听见没了？在阿爸的阿妈同来，就是当然的。你到忙不呢？当俺们当些生意没？ 你妈妈是不是最喜欢你啊？把这套东西传给你了。我说你这是，你妈妈是不是最喜欢你啊？把这套东西传给你了。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为什么要遮住脸呢？不知道。 就是传下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嗯。